今年张小月回来，指挥张志远老师，用最美好的乐曲，让我们感受台湾之美。随着乐曲，我们犹如风一样飘到了台湾最动人的起点。但是我们似乎没有随这首曲目爬到玉山主峰哎，这首没有收录在看见台湾的电影原声带里面。大家知道是哪一首吗？ 没错，拍手歌，就让我们在玉山星空上，还有正在玉山星空上的祈祷，一起为台湾唱这一首歌，并且顺着祝福的心，从我们开始传递台湾的力量。让我们掌声欢迎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青年交响乐团。 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以及我们的指挥张志远老师，掌声。
谢谢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青年交响乐团台湾原声和声合唱团为我们的指挥张志远老师带领我们进入看见台湾的原声带里面那现场当中也来了两位大天使刚刚介绍了所以待会儿你在现场麻烦你站起来让我们大家认识 谢谢台北的天空作者陈富明老师，信义乡文会黄志辉总干事，谢谢你们。 在交响乐曲中，我们从海洋，再地人文到了高山，再随着拍手歌《一八八一马》来到玉山上。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在玉山的星空下。齐道翰原声因为看见台湾这部片而有了交集，就让我们一起透过待会儿的影片。 来认识这美好缘分的启示。台湾原声音乐学校是一所照顾偏乡、中低收入户、担心隔代在养小孩子而成立。 提出来的学校，我们希望利用假日来补强他们的功课，同时提供他们更多的学习机会，让他们走出部落，能够看见外面的世界。那么，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帮助他们将来有更多的选择能力。 记得是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吧，喜导演带着他的一个片段，影片的片段，然后放映给我看，他非常震撼人心，所以我们就决定让我全力的去支援这部影片子的拍摄。那么，当我们要去义山的时候，我产生一个想法是说。 这部片子不可能只有台湾人在看，不可能，有一天他可能会到国外去放映，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啊，来让别的国家的人也知道这是我的国家？因为我一直心里面，我在2010年的时候，我曾经遇到一个一件事情，就我带着小朋友到香港。 在开幕的时候，别的队伍都拿着国旗，那我们什么都没有。小朋友问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拿国旗？”然后我们的牌子，所有的队伍都是写上面美国什么合唱团，日本什么合唱团，唯独我们的是什么呢？中华台北。我们小孩子就问我说：“我们不是中华民国吗？为什么是中华台北？我们又没有住在台北。”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我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努力的行销我的国家，我就会努力的行销台湾。所以我们就偷偷的把那个国旗背在我们的背包里面。然后我要拍最后一次的时候，我们导演跟我说要最后一次，我就赶快叫我小朋友把背包里面把国旗拿出来，大家在那个。 一山顶上把国旗拿来挥，只是很单纯的，我希望让别的国家知道，谢谢。谢谢我第一次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要非常勇气。可是到最后，我很感谢，还是没有办法进入我的心。真的，那种感觉很震撼，很感动。
也给我很多的一个启示，给我很多的启示。我在想，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们台湾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跟自己说，如果你真的爱台湾，请你不要跟自己说。真的不知道说什么话，脑子真的是有一片空。对台湾来说，我们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台湾的守护者，我们失去了一个台湾的爱护者。对我来说，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办法接受祈祷离开我们的这件事情。为了这一场音乐会，我们选了几首祈祷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歌。每次练到一半，我常常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很想要在孩子的面前尽情的把我的情绪宣泄出来，可是我又告诉我自己，我如果太感性，会影响小孩子的练习。其实这段时间的练习，对我来讲是非常辛苦，也非常痛。那么，刚刚下来之前，我遇到另外一个导演哇，他也一样的心情告诉我，其实虽然已经九个多月了，但祈祷就仿佛始终在我们的旁边，始终鞭策着我们，始终鼓励着我们。那么很多人说我们在帮祈祷来拍这个纪录片，事实上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是祈祷在帮我们。如果没有祈祷，我们人生没有办法被这么多人看见。没有祈祷，没有原生，没有办法让这么多人看见。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心中对我们敬爱的祈祷始终念念不忘，始终心存感谢。那么希望今天晚上的下面的那些音乐会能够让大家重新来思考一下，我们能够学习祈祷对台湾的爱，我们守护着台湾的每一块土地，守护着台湾的每一个草原，让我们更爱台湾。谢谢大家。